大家好，欢迎进入本期《樱桃乐剧》，由刘烨、马伊琍主演的《在远方》正在热播中。虽然陆小欧和姚远的婚期将至，但两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。为了避免和姚远的冲突，陆小欧已经选择离开远方，但是两人之间的隔阂却更加深刻了。姚远张口闭口地请求陆小欧来帮自己，但每次陆小欧提出意见，姚远都选择无视，就连其名下员工对陆小欧也没有丝毫的尊重，这让陆小欧十分的憋屈，也慢慢的抑郁了。本来在刘达的邀请下，陆小欧决定出国的，但看到姚远有难，陆小欧还是留了下来。可不想这次留下让两人关系彻底破裂了，因为在此期间，姚远的二叔出意外死了。虽然二叔的死并非是陆小欧害的，但工作计划是陆小欧安排的，这也让陆小欧背上害死二叔的骂名。得知二叔出意外后，姚远的举动真是太伤人了，他怒打陆小欧一巴掌，还大骂陆小欧没人性。刘达是喜欢陆小欧的，听到姚远打陆小欧，刘达霸气护小欧了，直接给了姚远一拳。面对不可调和的误解，陆小欧会何去何从？预知更多精彩，就跟小编一起追剧吧。